对这个地方有没有感情啊？那时候还是个小伙子，是有没有电，有没有水？矿区因各种原因啊，已经无法经营。但黄大哥和梁大姐在矿区里已经坚守了46年。虽然交通不便，条件艰苦，但他们坚守在这块洒下他们青春热血的土地上，让人敬佩。对面那边还冒着烟，好像是有人住，我们等一下去看一看。他那边有人在做饭。哦，在顶楼。干什么？啊？哎，你好，在吃饭啊？哈哈，在做饭，我们上来看一看。你家？啊，是你家？是啊。啊。喂喂喂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们过来看看这个你们这个老矿，啊，过来看一看。你在哪里来啊？从贵阳。贵阳。对，从贵阳的。哦。啊，你是这个矿里的，还是说你是？是啊，原来我是红矿矿的。你是矿的。啊。啊。这个房子是厂区的房子还是自己的房子？是涨价的，这是以前红帽的。红帽的。哦。所有的房子都是红帽的。红帽是一个镇还是一个矿？矿矿啊！红帽矿。哦，原来是红帽矿务局。哦，红帽矿务局啊。冷不冷啊？住到这冷不冷？这个啊。冷哦，好冷哦！哎呦。太冷了。还有腊肉。那您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呢？我76年来了。哦。76年就到了是吧？哦，76年住到现在了，住到现在。哦，那您一直是在这个挖矿啊？哦，是啊，在里面，你在这里挖矿。哦，你是老矿工了。哦，是啊。哦，我们还能够见到一个老矿工。嗯。哦，这种了好多花。反正76年我来这个矿了。76年。嗯。86年、96年、06年、16年。46年、嗯、哇，46年了。哦，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我66。66啊。嗯。哦，46之前，你20岁来的？那不是，20岁来到这个地方的。哦，20岁来到这里了。哦，那就说你大半辈子已经在这个矿了。哦，就是，在家，这说我在家20年了，在来这里46年了，你。是，对，你20岁到的，那时候还是个小伙子，是是吧？青春少年，现在已经，倒闭了，关门了，就那时候我年龄还不到退休啊。哦。刚才50岁。哦。那时候在煤矿的时候是多少钱？以前上班时候多少钱？上班时候一天上班最低的这个矿300多，300多都拿不到手，不没有进展。以前啊，以前我们好难过的，一百多，全都是跟人家窗买啊、打工啊那种养家、哦。养家呢？我家100多，几十块也有，你看，哎呦，好难受。以前我们在这个矿好难哦，好难过的。你有几个子女啊？啊，有几个孩子啊？两个孩子啊。哦。啊，在哪里啊？都在河西那边。河西河池。哦，广西的河池那边。哦，你是广西人吗？虽然我是广西的。哦，我不是贵州的。你不是贵州，广西人。哦，那你为什么没有现在没有跟着子女去啊？还留在这个地方？不是，我住惯了，我不想出去，我有房子在外面呢。有房子在外面。哦，有啊。啊，这以前是不是很繁华很热闹？以前的时候，以前很热闹哦。以前人多。人多。哦。以前有多少人啊？大概。跟在这里就是跟大姐跟班逛嘛。哦。我不是。啊。大概有多少人啊？以前。以前估计也有一万多一点。一万多一点。哦，连那家属，连那个小孩。哦。1万多，还有一个逛在外面的。这里一个，外面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嗯，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生活还便利吗？我看没有什么人住了，已经。生活不便利，寄东西好难的。嗯、你想买肉啊？你好像我们这里，我自己住这里，我自己种菜啊，这种可以。嗯。其他人进来的住不了，有没有电？有没有水？
这个房子的等于是那个破产了之后，这个房子是烂了，意思就是烂了，不收你的钱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哦。随便你住。随便住。哦，问你看看那安全的，你都住不安全？哦，这个房子是随便住。哦，随便住。就是你们这个矿区还有多少人啊？像你们这种退休的还有多少人？估计还有十个人。还有十个人。哦，在矿里面的那边还是在矿里面的。帮他们做工啊。哦，在矿里面。估计有十个人。哦，还有在矿里面做工的。哦，是。嗯。都是老的。哦。哦，还有十个人。哦，还有十个人。你是其中之一。哎，你是其中之一。哦，是啊，老师是其中之一。嗯。啊，没办法。没办法。嗯。那你们两个有，可以说怎么说呢？这大半生，把你的青春、你的事业都留在这个煤矿了。所以说你们也不想走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想走回老家那种，你就没有田地回家。我家没有了，在老家。现在房子没了，那个回家又没有田地了，老了也没有什么吃了，等这个老头2000多的工资，好难过的。你没有工资吗？没有啊。那卷费呢？我们是以前是农业的，啊，以前是农业，农业的，现在是后面的八零年嘛，农转非，八零年，哦，这个转了，我们来，八零年转，哎呀，好难过的，你要现在就没有公司人了，没有公司，你等，哦，等了一个人了，你看，好难过的，2000多的公司，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？是在矿里面认识的还是在家里？在老家一起来的。都家里面来的啊，你是从广西河池那边来的啊，你们一起来的，一起就是现在我大了3岁，大了3岁啊，你们两个多大结的婚啊？啊，多大结的婚啊？不是25、26了，25、26啊，来到这边5年、6年以后，哎呀，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是吧？一辈子生活事业都在这个矿上。是吧？这40年，46年，嗯，对吧？嗯，哎，46年，真是。来这里。哦，住在这里时间久了，那个适应那个地方了，适应。哦，对这个地方有没有感情啊？有，在这里都比我们广西都好多了。不热。这个不热，广西热。不热，我们这是。没广西那边嘛，我们田地没有了，在这里还有种点菜。随便种这地是吧？随便种也没人管。当地那老百姓的随便你种啊，哎，挺好。有地你都种啊。那今天你看我全工作服了。大叔姓什么？你姓什么？我啊，我姓王。王是哪个王？走的王，这个王。黄啊，姓黄，对，广东广西是黄王，不分。哦，就是啊，这口音不同啊。阿姨是姓什么？那个是姓梁，这个梁。啊，梁山的梁，啊，姓黄。嗯。我这样吧。嗯。我给你们两个拍张照片，拍张合影，你们两个的合影。我一会儿呢，我把你们的照片我打出来，我带着打印机就送给你们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给你们拍一张。我发现那个黄大哥啊，他字写的很好。对。你看。对。对，他的字写的非常。对，他还很热爱生活。我们看一下黄大哥他这里种的这个草啊，刚才他跟我讲叫山黄，说这种呢是对癌症特别好。反正人家也说这样，我们这种种来。啊，我们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种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那个咱们说那个是毒蛇的咬的那种的药的。哦，这是毒蛇，如果被毒蛇咬了的话就，毒蛇咬就拿去放的那个。哦，他们就是鸡叶移枝花那种不？哦，鸡叶移枝花是吗？我看看。那家里面电器也没有什么电器是吧？有啊，我还有在底下的。啊，地底下一层，随便你住是吧？这个楼。我随便住啊。随便你想在哪个房住在哪个房住。那不是、啊，都是整栋楼都是你的，也不要钱。啊，不要钱。哦，这上面是你的厨房，做饭的地方。啊，这洗手间。嗯。啊，有洗衣机。对。
哎呀，你是楼主了。都是烂东西完了哦，我的东西有一点在新房子外头。啊、哦，还有新房子，这是一个，就是那个照饭的照理，啊，就是盖饭的，啊。看我，看这个手机是什么啊？看这里。坚守煤矿。给你们的生活状态，嗯你们如果想换好一点的衣服也可以，嗯，这是自己包的重八，重八肉叶吧，我给我叶给你吃，好，我们吃了都把你们的粮食吃了，你们都没有了。那以前那个黄大哥是什么工种啊？你在煤矿里面主要是什么工种？挖煤的，什么我都做。什么都做得到，什么都做过来，能干能干。地面呢、啊，什么都做完这个工。啊。我来了几十年，在这个矿什么我都做完。你来了四十年了。电工、电焊，搞什么都做完，下井挖煤，还有什么那个房子食粮什么都做，饭堂煮饭也做完了呢。啊。还好，你们两个孩子大了哈。嗯、孩子大了，那结婚了吗？孩子都啊，这有一个生了。哦，有生了。嗯啊，在河西，在河西市那里。河池市。哦，这个啊，好。来这里。可以，挺好。你们挺好啊。对。我们老了，没有公司啊，没办法。啊。嗯，好难了，好难过了。再一百块钱。哦，一个月一百块钱。哦，养老，养老费。养老费。哦。那么，但是准备了之后呢，现在没有什么工作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没工作了，你们两口子就是、嗯、两口子一个月两千块钱。哦。两千。你看难不难？最低的生活费。最低的哈，生活费。好，不冷不冷，挺好。这是在烧水。嗯，现在烧水。现在就我们看到的这个红砖墙。哦，是七七年起的。哦，七七年起的房子。啊、哦，那它质量真的还是可以，这种红砖房的质量还是好。是啊。嗯、就是人去楼空。我又是一路上这房子都好多了，这拆就完了。对，人去楼空，就是以前的辉煌不见了。哦，是、啊，嗯、哦。你们见证了当时这个矿的整个辉煌时期。见了，我见了。见了。我来那时候还是羊毛尖房。啊、嗯。就是底下有一栋，有一栋是平房。啊。还有上面那里还有两栋也是平房，啊、其他的没有，那没有。来的时候房子都还没有，哦、只有平房。那不是。嗯。黄大哥打帅了，这片儿。好，他们就在楼上，一会儿送给他们。他现在就住在这栋红砖楼里面，这栋楼他随便住，想住哪一间住哪一间。大哥，也那么乖的。对，谁说了？嗯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谢，送给你们。嗯，好了。嗯，你看，来送给你，送给你们。我谢谢啊，大哥。嗯，这个也感谢你们在这个地方坚守，你们这十来个人在这坚守，最后这个煤矿，嗯啊，不容易，嗯啊，是煤矿。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好，再见了。再见，你可以进这些矿里面，没有事的。好，我去看一下。好，再见。整个这几栋楼，黄大哥随便住，想住哪一间住哪一间。矿上人说了，人家不要钱的，但是你愿意来住吗？没电，没水。啊，没电没水，黄大哥他们要来坚守这个煤矿。